这我姐不让他走，估摸着我姐寻思，他寻思可能要出去玩呢，估摸也累了。分到现在分两小时了，快。给他太过于兴奋了。嗯。还没按到舒服。嗯，给嗯。谢谢小娜喜欢七宝宝送的么么哒，谢谢。那你看看，看七小贱样。天，哎呦，又舒服的，哎呦呦，你看，把头给按摩，你不给人按太急，哎、不给按了。不干了，你在我说，嗯，舒服的啊，亲亲啊，有人啊，有有有，你看到没有？把头仰在我这里，哎呀，舒服舒服，你瞅着，你瞅着会不会享受吧？不干了，哎呦，摁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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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好好的，你躺好了来，你躺好，妈妈给你摁啊，来，离你近点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脸部按摩。哎，揉揉眼睛。啊，他不会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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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哎呀，真舒服，哎呀，哎呦。琪琪点一个小白脸，我跟你说，琪琪老脸老白了。哎、谢谢听闻，谢谢。哎呀，小宝宝，是不？你们玩累了要放松放松啊，放松放松。啊，我摁摁摁摁，你别扯我了，给你摁，你别扯我，放开我衣服。对，琪琪爱喜欢按摩，你要不给他按，他不乐意，可会享受了一天。完了，哎呀，摁摁，真是。完了，啊，那，马萨奇。哎，齐大爷，齐总，给我打点小费呗。可会享受了，琪琪真的。好想变成这个猴啊，那得变吧，变给我看看，变吧。哎，叫他笑一个，一会儿就呲牙了。好了，不要了。嗯嗯嗯，慢慢摁。你看，你们瞅着样，你们瞅着这个德行。气一下他。停。你看，他会哭吗？他哭笑都行，说哭就哭，说笑就笑。半夜会变人，还会唱歌。就是。我进入睡眠都靠猴唱歌来哄我，现在是我哄他。我没看呢，猴猫的直播吧。十点啊，咱们到十点就下了。嗯、对，我们到十点就下了。不让他播了，我这说的口干舌燥的。琪琪也累了，琪琪从我们回来一直分到现在，他也给休息坏了。会说什么呀？一晚上起码给学一个，会说什么？妈妈坏蛋，妈妈坏蛋，净吓唬我。我用电脑看琪琪，我用手机看毛豆。哎呦我天哪！你绝对是我家琪琪跟毛豆真爱粉。以后琪琪跟毛豆举行婚礼的时候邀请你。自己养肯定宠啊，因为养时间长都是有感情的。因为猴真的太像人类了，太像人类了。完了，该关键了，哎、什么意思啊？这是。哇、嗯嗯。一般多少点直播？不一定。嗯、不一定什么直播。好了。我姐一般八点左右是不是直播？是吧，姐？一般我会晚上九点。一般他会九点、嗯。今天播的早。嗯，一晚十点就下了。哎，炫宝，你咋还没走呢？你赶紧去啊！你一会儿再去几点了？十点了。啊，琪琪，哎呦，乖乖舒服的哈、啊。一会儿我们下了，炫宝，你去吧，不今晚上进山吗？去山里，路上可得慢点啊。谢谢宝们的点亮啊！没关注的可以点下关注。嗯。我们还不让亲，就是我们不让亲。那姐跟你聊一会儿，下吧，快十点了啊，坐到我腰疼这会儿。哎呦喂，这是、啊、还不让我们亲呢？你得让他躺下来。
对，谢谢给我手下员工发工资，老板啊，薛老板，啥时候跟你混去呗？薛总还招人不？下我面们老小头。帅气就是酷，那这琪琪大姨买这衣服好看着呢。宝宝们给我们生下来，宝宝们啊，现在虽然我们人数不多，给我们前榜五走走关注啊。榜一是我们家绝铁杆豪哥啊，榜二是琪琪大姨，琪琪今天这么帅，都是琪琪大姨给买的衣服啊。榜三是我的好友，榜三是我的好友，他们家也有猴宝宝，他家猴宝宝贼搞笑，真的，你们看看他的作品，你们不会后悔的啊。这是不是那榜四是谁呀？我来看看啊，哦，榜四是领悟单身，这都是我们家铁杆粉丝啊。燕子，燕子是我纯老乡啊，我家乡这老乡，我们是一个地方的，相距也不晚，不远，也就几里地，我们都给走走关注，好不好？你们看，其实大双眼皮，欧四眼，碰瓷儿，哼哼，起码你收养了琪琪，她在幸福嘞，哼哼的。生日多播一会儿，播不了了，他舅舅啊。你看琪琪，点一那大眼睛，双眼你看皮，多好尖下看！巴，你看尖下巴，下巴老尖，你看这，下面有人这会儿。你干嘛呀？给我们挤得都变形了。你看琪琪我多们好。纯小白脸，琪琪是绝对纯小白脸，你们发现了吗？你看看啊，琪琪是猴宝当中脸上褶子是特别少的。看到没有？你看我靠近琪琪，你们看，纯小白脸，而且那个脸上褶特别少，大眼睛真好看哈，谢谢看着像人，对，我下了，拜拜。帅，对，谢谢，拜拜，先拜拜，死出，先拜拜。一天才能跟我撒娇呢，可能撒娇了。死车，乖格格怎么不直播？你要问乖格格，不是我啊，不是问我，不是每一个养猴的人我都熟，我都认识的。傻了，你这黄星星，你是不是傻了？哼哼哼。啊？你学啥呢？我怎么感觉学的一会儿立马起来反我怎扑么啊？觉得他看你会可像人了，淡淡的看着你，你看。小眼神可温柔了，我都害怕一下你看反我把他扑脑袋啊！给盖起来，他可像人了。你看那眼特睛，别好深吓情的人是看着你，吧？享受那样啊。骑马，你想我们快该下啦，该叫叫了，是不是？琪琪啊，今天要谢谢啊，谢谢所有的来，宝宝们来给我们点点奶奶的，刚夸一句，去玩吧，去吧，去吧，去玩一会儿，去吧。不玩啊，去吧去玩吧，让他去玩，让他去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，急了！小可爱，我们有该心事，下了，他在琢磨吃的。在家吃薛了。宝，你赶紧去忙去吧，琪琪大姨，我们都准备下了啊、哦，我们准备下了。十一点。我实在说的口干舌燥的。变身时候叫我啊，可以。你小心甩，别打着他。皮厚琪琪，皮厚的很，是不是琪琪？妹妹没下了啊，下了，宝宝们啊，琪琪琪，大拜拜。姨，我的好友搞泥爸爸，领悟单身，燕子，我们下了。哎呦，乖乖，你还过来看一看，嘿，熊出，你看我们下了，你说拜拜，你明天来看我啊啊！有人过来看一看，哎呦，这轻的，哎呦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！这轻的，哎呀，拜拜，琪琪来来来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跟人说拜拜，哎哎。